Tail 哥哥。Hello 点点，晚上好。Hello Sparky。Hello， 鸡彩儿吗 ？Hello。Hello BB。Hello 古早古早味。Hello 九蛋。Hello Max。Hello 小贤。Hello 小东。Hello。晚上好。Hello， 快把我的汤，等一下，哪有人喝汤附叉子的？Hello， 企鹅，谢谢小贤。哥 ，Hello 宇宙，宇宙你是不是没有密我啊？密我，小盒子我，我没有看到，所以你变成宇宙，对，哈，Hello 曲米，笑死我，哈哈，害我想说我是怎么。没有看到，还是不小心把你按掉嘛？为什么没有这样？Hello， 美酒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戴戴，谢谢美酒的看好你哦。还有 Sparky， 祝你用餐愉快。哎呀，等一下。什么的呢？愚者的有 Jack， Hello 海里的鱼，晚上好啊。对啊，在喝味噌汤。Hello Lucky， 晚安。Hello， 谢谢佳杰追踪我。Hello 闪电。我刚刚讲什么去了？忘记。这个是妈咪煮的味噌汤。哇哦，谢谢愚者的小鸭船。对呀，我的罐头好像本来就算多的。你们一直玩愚者。没听到雨林弹琴，你想听吗？Hello， 刚刚讲什么去？不知道，还没有想起来。Hello 彩虹花 ，Hello 奥斯卡 ，Hello， 这可想听吗？Hello 不知道跑去哪了，找不回来了。嗨，大剑的怎么不是火箭？啊，我想说就，反正他今天会来发红包嘛，就他自己讲他会来发红包，所以。没关系，你丢，谢谢一副大剑吧？什么？Hello， 铁子，谢谢你的枫叶。一年前你会哭，但现在，你要等我珍惜才哭。好，等着。
了黑流星。对，大剑来再来玩。谢谢天佑哥哥的花朵，趁他还没来抢，好，是这样子的吗？耶！谢谢萧贤，好开心哦！正想着我快要没有浪花了，我从来没有储值过。我的浪花都是抢来的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阳光啊又集到2000多了，所以我再认真个一两天，我就筹好下一次林杰的粉丝团了，掌声鼓励，谢谢代代的星之冠，对了，那个啊，我刚刚看那个。他不是有那个吗？什么什么星之冠那个的活动吗？然后，我看到我有，他要3000个叫星梦因子的东西，可以换一个很可爱的特效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有2000多了，所以你们可以送我星之冠，就是他们的那个礼物，他的叫什么？荧光棒那些的东西，就是只要是他的那个活动的东西都可以，就可以有因子了。对啊，怒刷玻璃物，可惜我应该多存一点浪花了。你都忘记，原来是这样子。Hello 自我 ，Hello 人豪 ，Hello 阿 K 啦。对啊，很厉害吧？很快，谢谢点点的星之冠，谢谢愚者的蓝色一人棒，耶！我应该快要可以集那个特效了，开心！哇，恭喜愚者中奖！哦，谢谢九蛋的星之冠，等一下，恭喜愚者中奖，哇！谢谢大家的蓝色元宝，谢谢曲米的筹码，谢谢 Lucky 的蓝色元宝，吧吧吧吧吧吧，还有什么？在讲什么？我说，那个啊，活动的东西。Hello 冰先生，谢谢你的驯龙，谢谢代代的蓝色元宝。对啊，活动，哇，恭喜点点什么碎片什么告白气球，谢谢点点的告白气球，你的 C 五赢了，恭喜。你们要去看那个哦，我们9月8号会去棒球比赛的地方。桃园棒球场。对呀，你们要来看吗？我很想要表演完，然后就坐在那里看，希望可以。耶！什么东东？妈妈什么什么？啊？我带带的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谢谢点点 ，Sparky 宝 ，Sparky 吃什么？应该会去，好有爱心。哎，搭建。很怀念，对呀、啊，很怀念呢。Hello 阿国讲 ，Hello 晴天，花莲表演雨林主场，我想啊，那个花莲的那个叫什么的大人讲，是谁对谁？富邦悍将对。桃园，那个。富邦悍将，
的罪名叫什么？就是叫富邦悍将。啊？桃园棒球场，对呀、啊。谢谢玉米的 kiss 啾啾。帮蓝莓哥，我希望这次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。我大概还记得一点点。耶、yeah, ，有阿努哎。啊哦，我懂了。就是，谢谢米酒的 love you。林蛋是谁？你说 Dummy Girl 妈妈是迷妹吗？她其实原本不知道，她是因为我们反正我有朋友喜欢那个喜欢棒球，然后反正她就跟我讲，然后不然后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为什么喜欢他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啊，哦，反骨的成员，原来如此。加油团应该会在外野。哦，懒懒很正，那我呢？没有了。谢谢 Sparky 的 Best Wishes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想？很久没有看棒球比赛了。我之前因为都没有人陪我看，然后，好，你要斟酌一下。好哟，好的。谢谢曲米的玫瑰，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啦啦啦啦 ，Hello 卡库夫米，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哎，我可以送我自己那个人气卡，现场雨林可能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不想给。哦，还有。谁啊？那个字怎么念？那念君君吗？嗯嗯嗯、这是谁？你们也有追的啊？林姐，阿姐，哈哈哈哈 ！Hello， 阿姐，你待会是不是要开播了、啊？哎，快按你的那个罐头，快点！我有帮你设罐头，阿姐按罐头。嗨，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件超白痴的事情。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件很蠢的事，燕青哦，哈哈，好的林杰，我来了，好的林杰，我来了，耶，等等吧，明天我就啊，好了，我继续讲一件好笑的事。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件超蠢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话，就是猫头猪老师会放那个嘛，不要林姐，你刚刚自己讲了嘛，好，然后反正他会就是发培训通知之类的这种东西，然后就放在群组，然后有一次老师就打了很多很多的，因为他一次讲完一整个礼拜的。然后通常他都会先打礼拜平日要练习的时间，然后跟假日要练习的时间是分开的，但那个好像不是重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反正就是他最后两行是今天跟明天我们要练习的时间通知嘛，结果我就看，然后我想说哦，我因为我的可能刚好排版，就是他的那个字排版的话，他会排。就是不是会换行吗？然后他换行的前几句是全体成员，然后可是最后他其实第一行的最后一段是写
我们表演不是分了礼拜六跟礼拜天吗？然后他其实是写礼拜六的全体成员跟礼拜天的全体成员，可是我通常就是可能太长一段了或者是干嘛我也不知道，然后但是我就看我就哦好全体成员，所以我还复制到我的日历，就是行事历上，然后告诉我说我今天要练习哦这样，结果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今天是礼拜六的全体成员，对我自己没看清楚，笑死。然后我还第一个到哦，我超早就出门，因为我怕塞车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出门了。结果我到那里想说，哎，怎么没有人？然后连那个教室的门其实都还没开，然后就看着那个姐姐来开门，然后就很开心的进去。我还练了一下自己的舞，然后后来第二个到的是肉肉，肉肉就问我说。他就跟我说嗨，然后他就很开心看到我之后很疑惑的脸看着我，他说为什么你在这里，然后我说我为什么在这里，我来练习啊，今天不是要练习吗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今天不是只有几个人而已吗，我说哈，老师不是打全体成员吗，然后我就看了老师发的那篇，我还第一个到，Oh my god，然后后来麻友也来了，他就看着我，然后我就说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礼拜天的人来这样，结果没有 ，Oops， 超烦的，啊，我还第一个到，我提早一个小时就到了，因为我通常怕塞车，我都会提早很多出门，然后结果有的时候如果刚好没有塞车的话。就会刚刚好到，啊不不不不，就会提早很早到。他就 ，Oh my god， 谢谢笑谢的花朵。没有，老师当然没有看到我啊，我当然是在那个肉肉跟麻油来了之后，我就立马走了，不然太糗了。还夸奖我嘞，他就说你有病哦。对啊，我还密林姐，因为我太早到，我想说我也没事做啊，然后门也没开，然后我想说那我先去便利商店买水，然后因为林姐平常都会要买水嘛什么的，然后就密了林姐，那时候已经是上课前半个小时，他就想说为什么林姐都没有回我，都没有已读我，他不会还没起床吧，幸好我还没叫林姐起床，不然林姐一定会揍爆我。没有，林杰通常是不会被我骗出来啦，对，他会再三确认，然后他就会骂我。重点是有个小孩叫我六点钟叫他起床，超好笑，喂，不要说出来，下次我不要啦，没起床，我真的觉得幸好我还没叫你起床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一定会骂死我。超好笑的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奇奇怪怪的一天，看错很正常，我很常看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手机还有一个，就是它不会自己跳讯息，所以有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他们去上海的那个礼拜。那几天，然后因为他们去上海，然后平常 LINE 也只会有成员密我什么的，然后那几天因为他们有事情嘛，就没有人密我，我就觉得很正常，就他们已经回来了，然后好像回来了第二三天吧，反正就回来了几天后，然后想说因为我已经就是那几天我已经觉得就是没有，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所以没有人密我，我觉得很正常。然后我就不会就是主动打开，而且 LINE 不是通常应该要自己会跳通知吗？结果我的 LINE 好像不会自己跳通知，然后要开过 APP 之后，没有把它清掉，它才会自己跳。它如果我
开过，然后清掉的话，它还是不会自己跳。反正就是我赖挂挂的。你干嘛去青睐？我没有要青睐啦。然后，好，反正就是，我那天当天我要开直播，好像是下午五点半的吧。是我机体不够，是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它的就是它就是应该跳通知的一个东西啊。可是我的机体也没有，还有很多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反正就那天就没有跳通知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。结果我睡觉前已经12点多，快一点了吧。然后我睡觉前我打开我的 LINE， 我就哇哦，超多讯息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拍一个一个东西这样，然后反正他们就讨论了很多，然后已经讲好了，就他们讲的那个时间，就是要弄的那个东西的时间，刚好是我下一次要直播的时间，然后我就 Oh my God， 快回这样，然后他们已经打了，就是讲了一大串，然后都已经讨论好了，我说对不起，然后什么叭叭，我就为什么我的 LINE 不通知我？因为你亲他在公司，就不是，走开，臭赖，不是静音，我不会，就是我，怎么讲，我会，我就算静音，也会用震动，然后，没有，我没有去设勿扰那种东西，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有的时候也是，就是他可能我不知道我的 LINE 到底是有什么毛病。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可能把它打开，就算打开哦，自己打去把它打开哦，我收到讯息也不会跳出来。然后结果我可能隔天，我记得有一次是什么，是要干嘛？要练习吧，好像还是干嘛？然后重点是我的 LINE 就是没有跳出来，老师说那个培训的那个通知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培训的讯息，他没有跳出来。然后我还想说，我看了啊，我今天没有事情的。就老师就问我说，啊你怎么没有来练习？我说什么时候练习？我明明就确认过了，而且我一定会确认，就是我会怕有很多有。因为会放很多讯息嘛，可是我很怕我有没有看到的这样，然后就 Oh my god， 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出来，记忆体不是那组，可是他，好好笑，我讲我的，你们聊你的。谢谢点点的聚光灯下打 call， 一说话就会忘记看。对啊，我如果看留言，我就会忘记我在讲什么，所以我通常会把它讲完。谢谢朱莉安的筹码，所以没有很容易，就是那一次而已。所以自从那时候，我就会就是一直滑，然后我也是后来就订了那个，不是订，就下载了一个像日历的那个，对，各聊各的。Hello 一卡 ，Hello 亚麻鲁布，有，我现在就会用，哪只爆出来？哪只什么意思？你说我的型号吗 ？OPPO A77，对，请林杰通知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间还是不太一样。你说什么？记忆体问题？赖的错？不，反正就是赖的错，一定都是赖的错。什么意思？你与林神推的？被小提问说。什么东西啊！你想玩的跟你的一样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对吧？我不知道是我手机太老还是怎样，它应该也不会老到哪去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，哎，几年前呢？不知道。
赖的错与林蠢。而且我真的都会去确认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真的是确认了之后，然后没有那个东西，然后后来隔天，因为那个好像是隔天要练习，然后想我隔天没有事情，结果就这样子，然后就那样子，然后我就没有上到课。某次更新赖哦，真的啊，啊，对，一定都是赖的错。Hello Coco，Hello 黄鱼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没有到，哈？什么意思？你没有到不会有人打电话？有啊！可是就是我的 LINE， 他连人家打电话给我，他都那个 LINE 都不会自己显示，几乎都是放人的。现在小弟在说在说说话，原来如此。Hello 子阳，看看白天，对呀、啊，不知道。没有，跟重开机应该是没有关系。而且就是我以为讯息不跳出来那就算了，他连人家打电话给我，我那时候正在玩手机哦，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那时候在玩手机的那时候有人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奇怪怪的，要自己开程式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它的功能就是应该要自己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谁会没有事没事去开一次来？所以你三单，你好的。这个那你要获谁比较多？换手机，我也想了。对啊，对我来说赖很重要哎。什么啊你嘞？啊、哦，你怎么还在、啊？你不是要开直播了吗？还没，快九点。对，你不是9点要开直播吗？你怎么可以还在这里啊？你很厉害。你是忘记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怎么？你搞笑，你赶快去来，加油，加油。但我今天应该看不到你的直播，还是你要等我去，你再关播。算了，你赶快去。我去就好了，你不用去。啊，我也要啊。我去就好了。我要啊。等等才来雨林才抓零件，好好笑、哦，搞笑哎！哎、啊，你们不可以都跑走，你们要留一些人在这里陪我。等几分钟？开什么意思？开数据要等几分钟才会响？开数据是什么？数据是什么？下到上十级，好哟宇豪，那你会回来吗宇豪？你们不可以都跑走了，搞笑！我看得到现在还有几个人哦。数据就是网路，好，去笑林姐，可以，我接受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歌曲？看什么看得到你吗？我看得到你吗？在哪里？什么意思？你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哦。哈？你打到注音，你前面打到注音。郭德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偷跑的话，我看一下。我现在的上线人数有35个。啊，线上人数啊，我在讲，就是现在在我这个里面的有35。换手机，你换给我啊。你换给我。可是我们之前呢，上那个有红包哎。我开抢红包了，好开心！来，我们来抢红包，哪有主
主播在那边那么开心的跟别人抢红包的。哎呦，法法，法法回去，我要点红包，好好笑。啊耶，我抢到了，虽然不多。跟法法说嗨，如果果果柚子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会去喂呀？啊，抱着果果。可以的，我现在看得到我自己有几个，好像看不到。我的背包啊，看不到。我是不能送自己人气，不是不能送自己心之冠。你送吗？我没有领，他没有给我，还是我没有领，还是他其实在，我不知道。谢谢樱桃猫的玫瑰，谢谢燕子的 kiss 啾啾，耶！阳光总计，哈哈，我2000多。Hello， 信婷，有换个这个吗？那好像还不用。啊，我要讲，我刚刚也要讲一件事情吧，就是我们去之前有上过那个嘛。那个课，那个浪 life 的课，然后他说好像用 Android 的手机会比较好，就是比 Apple 的手机好，在这个 APP 里面的话 ，Hello， 来加粉丝团，好加，你的输入法很棒吗？对啊，听说是这只好的是2017，你说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吗？已经加，谢谢子阳的筹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什么 sugar？ 哦，有，我知道这个牌子。那个之前台北车站那边有出广告，对不对？抢红包，耶！35个，可是好像不多呢，因为我们的真的不能一直叠。林杰的意思好像是说他的阳光会出现在这里一个，可是我的是出现在这边一个小小的，他就算要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林姐好像会出现这样子，所以林姐不能一直点，林姐一直点就会出现那个线上人数有几个人的那个东西，因为他的是 iPhone 啊。谢谢 Sparky 的星之冠，对，主播不能连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来自我介绍，太专注抢阳光了，嘿嘿。朝圣林姐打发发，什么东西？又不是我打的，是你们打的。哎呦，法法的数字是520。好，什么头太大，最好是我头太大。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 ，Hello 熊妹。谢谢志伟的蓝色荧光棒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，今年16岁，最喜欢唱歌还有跳舞。然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现在的 Love Life 的账号，上面还是下面的追踪，很不专业。然后这个是我的 IG， 要去追踪一下哦，还有 KKBOX 也要追踪一下哦。都打张雨霖应该就会出来。我好凶，又不是我好凶。谢谢 Sparky 的什么环游洛杉矶，麻烦要投降。Hello， 好，然后，我的，又不是哪里？旁边，后面。不是啦，那个 CD 的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
一下。打灯？才不是哎、欸。好，然后，我们 AKB48 Team TP 要举办一周年纪念 mini concert， 然后时间是在9月14、15、21、22，对，还是可以去找你的，当然要的啊。然后有兴趣的，现在还有票吗？各位，各位专业的，身体好好感受。这个不用管哦，售票时间结束，还有票，可是售票时间结束，票卖到昨天没了，没了啊、哦！好，那买到票的人记得要来看哦。好，然后这个啊，我忘记关掉了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关掉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哎哎哎，啊，跟拍拍他们，谁？拍拍他们就是之前那个环岛那时候。啊啊，我知道你在说谁。这又开始了，哦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我按了，结果他就又开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阿姐迟到了，笑他，快去笑他。这又开战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个是。我们要二期生招募咯，只要你想要当偶像，想要站在舞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话，或者想要被我亲的话，你就可以来选。对，加油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就说我没有 CD。 还没去笑他，好好笑。什么环岛？我说了什么？环岛那时候他欢迎。哎，什么？啊，对对对对，环岛那时候，不是想被我亲吗？都可以啊，随便。啊、就是那个啊，你们还记得环岛那时候去花莲的时候，有我们在花莲的文创园区有遇到那个唱歌的，然后我们就上台。跟他们一起，没有用他们的麦克风宣传。对，环岛的雨林，一直跳错那个 ，Tiger Fire 那个一直跳错。好，这个谢谢点点的麦克风，这个是我们出的第二张单曲，EP， 然后里面收录了三首歌。很好听哦，都很好听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快去买，现在应该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啦，里面还有声写，没有，我拿起来了。对，每首都很好听，然后这个后面有我忘记抢了，没事。这个后面有一个握手会序号，然后什么我的手好黑，我现在也黑不上。你买了一张什么成为一个 S， 什么 S， 等一下我又忘记 S 跟 M 怎么分，我每次都会分错，谢谢什么魂修修，谢谢你的蓝色一元棒，你买了十张，你会来找我吗？反正买了的话呢，在9月20号以前填序号，然后填张雨林就对了。林姐也可以填一下，对，对。你不知道有没有我？好，没关系，没看现在再去买一张，然后我。什么意思？给我十张，耶、yeah! ！谢谢 Spark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天啊，不是，好吧，也可以，因为她是我的大姐。
我们三姐妹都是一点。然后当然阿贝桑跟林杰其实想，谁有你这个妹妹的？什么好像？什么东西？把前两个字。太酷了吧！这什么奇奇怪怪的活动？这是什么的？太好笑了。A 张这一张，耶、yeah! ！太酷了吧！哎，可是猜得出数字也很厉害哎。嗯哼，推荐，哎，你在我的台，你在那边，好酷哦！我很期待 mini concert， 你们一定也会看得很开心。对，我光练习，我现在就觉得好期待，好期待的那种。好哟 ，Lucky， 等你哦。果然哦，真的很厉害耶。臭大姐，你的红包嘞？你还没丢？耶、yeah! ！期待干嘛啦？举新扇子，我也期待看到你们的新扇子。啊，对，下次我一直忘记回你，我收到了，谢谢。嘿哟，怎么突然那么嗨？那你推荐的你们这些人可以这样子吗？不可以欺负小妹妹，你们在我的台就是乖乖的。哇，耶、yeah, ，是不是又赢了？谢谢你们，帮手三个人，好好笑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关掉。OK OK。被你说，然后你刚刚的红包就五百，太好笑了，哈哈哈。哎，对哈，我忘记你比我小这件事情，我通常都会忘记人家比我小这件事情。Hello，Hello 飞机。你要去找林杰讨牌，哎，干嘛这样？你还没有发红包。好了，大剑不要走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对嘛？你的身份是我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大剑上次自己打说他的身份是我，所以你不可以跑走，大剑。好好笑。那不可以这样子哦。大姐你很厉害耶，又会修车子又会看病。啥？什么意思？我们昨天没看到。什么东西？啊啊！我这，我昨天看到大健开的诊所，他叫什么？什么剑雄中医哦？不是中医啦，不是中医哦，嗯、是啊，反正就是一个诊所，觉得四五次，真的假的？学艺鼓掌，礼物有没有散掉？什么意思？散掉，他会散掉吗？散掉啊，是必然，差不多，剑雄鼓掌。什么东西啦，哎呦喂，什么呢？太好笑了啊，43耶耶，谢谢大家，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在自己台抢红包，你投资的副业被你发现，原来如此啊。
女神推是不可以，你们都不可以，通通都待在这里，通通都要乖乖的待在这里。好吧，宇豪，拜不。啊，我也好想看林杰直播，怎么办？借你啊。可是我不是那个账号啊。哎，我也想看。哎，林杰干嘛穿我的衣服？没有啦。林杰穿的很像我的那个黄色的那件，他在吃东西。这是 BB 吗？我现在是 BB 吗？哈哈，你们都知道 BB 是谁吗？啊、哦，好哦。他一定想说我到底是谁，可不可以？我们来同步看林杰直播。他跟 BB 说爱。这是 BB 啊，就是 BB 啊。那件衣服一定不是你的，我的没那么小件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胖要穿大件一点？不是啦，哎呦喂，怎么每次看林杰都，每次看我也都在吃啊？我们就是吃货 CP。BB 快送火箭 ，BB 是谁 ？BB 是 BB 啊。再一笔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最大，什么？我这个胖，你的红包呢？哈喽，啊啦啦，其实我的汤还没有喝完，我一直喝，还没有喝完。你有没有看到你去哈喽？哎，为什么樱桃猫跟我说云安安？他怎么知道是？太可爱了吧！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可是这样你们都知道谁是谁，都知道我是谁，都知道 BB 是谁。嗯。一直吃还是很瘦。不要理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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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有说发放时间什么时候？我没有看到。你说啥？你说什么？一零十。宝贝，你会知道我意。噔噔噔。至于也很瘦哈，你说什么？鼻子变长？不会。9:19。什么东西9:19？哦，9:19。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东？简单的快乐。哎呦喂！啊，抢到了！谢谢大家的红包。谢谢大家，哈，哈哈，大家你握手后会来找我吗？你要来找我？哇！噔噔噔噔噔噔。Hello， 不，谢谢刷手熊的蓝色的硬尾巴，不会。不行，但我要一直盯着你，你把它按掉，你们干嘛把它按掉？但是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，就它出现的时机刚好我在点旁边，然后点了旁边之后就，不好意思，你自己发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西西吗？他是西西吗？
是谁呀、啊？哎啊，你也不知道是谁啊？啊哎嗯啊，那个罐头不可以啊！你如果不来问我，我就不要把它吃掉，我要换别的。谁是？哎，那你是谁？哎，谢谢阿翔的看看你哦。Hello， 谢谢翠宝。点什么点？所以你要不要来问我嘛？你要不要来找我？谢谢小蓝的你哟、哦。林杰露腿腿。谢谢本王妹子的筹码。啊，就没办法去了。那我就是。那你有没有买 mini concert 的票？有吗？有吗？还用不同账号看链接就觉得不好玩。妈咪还你。是。你要去看腿腿？谢谢阿翔的枫叶，看来这罐头要收到三单。哎，所以大家没有买票是不是？那大家你要来选二期吗？太好笑了！你要去看雨林跳舞，好，来来来，都来，来来来来来。你为什么要开声音呢？你不要开声音，看我就好哈。去一趟泰国。我不掉的。哎，所以你到底是谁呀？是那个、啊，是最可爱的西西哟、哦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说西西是谁？搞笑哦。是打西西，又不是打西西。什么？一样的。所以路人是谁？路人是西西啊，我觉得。最可爱的西西啊！哎，那是妈咪讲的，你在那边。你为什么要叫路人呢、啊？奇奇怪怪的。因为他去抢红包咩？哦。哦，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紫色爱心，那个也是你的吧？你好人。比起路人是谁不像？啊？去抢红包就不能？为什么？我都用我本来的。什么？我有看到你。不要告诉你，哈哈哈。吃播，对，吃播。西西，我跟你说，我又存到。2000多个阳光了，那是你没错，嗯。林姐也吃播，对，林姐与林都吃播，林姐都吃播，加，拉健，快加，现在，立刻。好的，我收下，谢谢。就说你抢上也不成，没有，我是在，哇哦，谢谢孝贤的钻石，哇哦，谢谢孝贤，哇，原来是486，
我是为了要加那个、啊、那个你的推的粉丝团，为什么显示两次？不会送两次吧？你送了两个，还是啊？你送了一个，它显示两次，有这种事？你嫁给我，你嫁给我，钻戒大概有40颗，你的推对挺好，来来来。我是在跟西西讲话，不是在跟你讲话。大姐，你还没有进来粉丝团啊！好，笑死！现在你刚刚到底送了几个啊？谢谢。我看一下我的收礼记录就知道。人家校学送钻石，然后你这边拿着你的碗，然后一直在吃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校学真气。哦，不知道，没有啊，一个啦一个啦。那他为什么可以显示两次？太酷了，还是他那个特效版就会显示两次？谢谢小璇。哦，很坑哦，哦，好好。没有要交，本来就两次。哦，本来就会两次哦，因为他平常的特效不是都是一次嘛，所以我以为他就是一次。我刚开播前我看到一个活动，它是什么什么火箭什么的，然后29999是这个数字吗？其实不太清楚。然后反正就是他特价，然后但是有点像用抽到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。它有可以抽，可以送出两次，小雪还有钱，谢谢麦米钱的新之管，谢谢麦米钱，谢谢麦米钱的答题人气卡。君のことか。真的真的，拼团哦，对对对，它叫拼团。哦，帝王整顿。谢谢麦米天的蓝色应援单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你干嘛开我哥？没中过一次，啊、哦，骗人出资的，啊，是这样子，好吧。噔噔噔噔，晚上在新竹陪家人旅游，好的，让哥哥继续一下，好、哦，好哟，小贤。等你回来哦。噔噔噔，总不能一直看着理不理。好啦，小兰，你要去隔壁台，你既然待在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也不错啊。好啦，谢谢爸爸啦，再见啦。爸爸跟林杰说嗨。妈妈妈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呢，我妈咪不是都在玩那个吗？宝可梦吗？然后他今天给我看一个，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裂空座聚会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要在校闲着的时候讲？林姐自己跟我要亲亲，哎，他走了吗？我要讲这件事情。刚刚林姐自己跟我要亲亲呢。
对，记得告诉我。对啊，他这几个我要亲亲。他说，雨林快来亲我什么的。太好笑了。都不知道。啊 ，Lucky， 这样子。太好笑了。嘻嘻，吓死了，好好笑哦！我没有在说笑话啊，他刚刚自己跟我说的，你可以点点看，不要，这样我就破梗了。我不是要去林杰那里吗？对，你不是要去找林杰吗？我说完了，你可以去了。正经超好笑，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啦，余哲。不可以讲出来，哎呦喂！刚刚林杰自己按，你还震惊了，我还以为你会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先去林杰打一下，好哦，等你回来哦。还有什么？那么你怎么我怎么知道你会这么震惊？刚真的傻眼，怎么可能？可是我每天会偷亲林杰，我一定会偷亲他，哈哈，哈哈，好好笑，太好笑了，嘻嘻太可爱了。大概一，我。你很单纯的会，请自己想想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哪一天林杰真的这样自己跟我讲，那我就会带他去看医生。我会带他去看医生，记得放现实吗？对，带他去看医生，太好笑了。Hello， 孙文，搞不好会啊，谁知道？所以带他去看医生。好，我期待那一天，但我还是会先带他去看医生，看一下他有没有问题。好笑，可能他之后被我亲习惯了，他就会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。如果这样，老师会说你神经病呢，脑子吗？太好笑了，脑部断层少一点。好哦，还有大姐。都要关台了，真的。哎，那其实我可以不关，然后等林杰关了之后他来我这里。他 perfect 了，他 perfect 了。他跟我说，不是他跟我说，是那个要星梦因子的那个东西跟我说。就是，哎呀，反正就是那个东西。然后他会，他说我开多少，他就给我什么星梦因子这样子。我快要急到了吧，拜拜，西西，西西拜拜，西西拜拜，西西宝宝说再见，跟胖丁特效差不多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对啊，我想要那个东西。哎呦，所以我现在有2000多个了。我想要集到3000个，我就可以换一个特效。快闪，好 ，Hello CP 控，你现在还在上班？谢谢点点的蓝色愿望，谢谢 CP 控的蓝色愿望，耶！好了好了，拜拜了。
原来你这么对我依依不舍啊！我是不是用错词了？不是，用对了。原来你对我这么依依不舍，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说要走了，结果到现在还没走。哦什么哦？太好笑了。常常这样讲，常常这样讲是什么？我在讲什么、啊？常常这样。我不管，他一定是对我依依不舍。结果西西就立马跑走了，这样。掰不完又不是你而已。好哦。Hello 燕子 ，Hello 婷。爸爸啦，帮了一点 QQ， 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嗨大姐你回来了，你迟到了一分钟，没有啦，问号什么啦，再见啦，你的邻居都等不到你了，永远都在别人台，拜拜，好好笑。什么？我刚刚有看到，有啊，有看到啊，当然有看到啊。嗯，笑死，你怎么还在？赶快去！还有，哎，迟到罚三包红包，也太亮了，一定是我的发光。我好像又看到了，隔壁阳台在烤肉。哦哦，那你有没有去跟他们要吃的？说我也要吃，哎，你怎么还在啊，西西？然后大家就每个人就故意一直跟你讲话，然后你就走不了。西西不忍心抛下我们，但他却抛下了他的灵结。2990除值了，2990是多少个、啊？丢丢丢！什么一颗贡丸？你为什么很喜欢叫我贡丸？我哪里像贡丸呢、啊？太好笑了，一颗贡丸的。哎呦，吐到自己。十，我在讲什么？15000呢？什么意思？17。What？ 给那个吗？给那个诗媛姐的吗？怎么不是马卡龙？你说我吗？我是马卡龙？怎么又多了？我从章鱼烧变成贡丸，变成马卡龙？给诗媛的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你要给我的吗？我也是诗媛姐姐的妹妹呢，我是很多人的妹妹哦，对。下个月再说，下个月还要很久，现在才刚。今天31。哦，好啊，下个月。哦，今天31号哈，对哈。都圆圆的，但马卡龙都是吃的。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吃马卡龙，我跟你们说过这件事吗？可能是因为它太贵了。这小孩不会好啊。等等，明天就下个月，好好好，那你礼拜二送红包，好，
我想要林杰来耶。上够完。马卡龙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不懂。它很贵。也有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的那个马卡龙不好吃，但是反正我印象中它没有很好吃。固定要给红包，好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开超过十点，我在思考。反正如果我待会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我就开始念宝宝吧。可是我还有还没有聊到的。哎，小雪回来，我可以继续讲刚刚那个事。就是啊，缺钱，其实成本很便宜，真的。那你做给我吃。你好想回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好像被人家绑架。没有，不是念绑吧？我要跟你说啦，我要讲什么？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我妈咪她今天看到那个有什么裂空座聚会的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他说到7:30而已，所以我就没有得到这空座了。啊，你有？我没有去对战过。然后，哦，最后1小时。还有，还有。大健爸爸好。说我要卖车。说有一个小孩欺负我。你到底会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不是刚刚？嗯？明天也有，谢贤说明天也有，可是我妈咪没有对战过，她不会。那个要怎么弄？我今天陪我妈咪逛街，我很像她的男朋友，因为。不是通常女生逛街，然后男生在旁边都不知道要干嘛吗？所以我觉得我很像男生，因为他就去逛他的手工艺品店那些的。去一个道馆应该有人一起打，是、啊，那要用什么打？妈妈的角色都很烂。啊你，我以为你是还没有走。你到我就你要买什么？妈妈的那个 CP 都很低。对啊，旁边那个是我妈咪，怎么没逛我喜欢的？手工艺品店里面还好，没有什么我喜欢的，是会有啦，可是今天没有什么兴趣，靠其他人打。那个，我今天看到很多裂空座，那个道馆上面。你要当电灯泡，好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跟林姐去约会，然后你们跟奇奇怪怪的，好好笑。我今天抓到一个 CP 值很高的茄子，不对，它叫什么樱花的，雾火箭哦，那一个小时。哦，是因为那样子的，全部都是绿色的蛇。的老婆啊，好好笑，太好笑了。那你更要当电灯泡，好啊，太好笑了。Hello 阿华 ，Hello 阿华，嗨，你怎么学冰大、啊？叫我雨林姐是这样。节目你看什么节目？Hello Kevin， 我还要讲什么事？哦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新闻，你要照亮我们两个。哦，丰田团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，就是那种娱乐新闻那样子的东西，
然后就说有一个妈妈在喝波霸奶茶的时候，她一直很认真的吸，想说啊不是叫波霸奶茶吗？就是她的那个饮料外面贴的是波霸奶茶，可是她怎么都喝不到波霸。十二岁你也比你 OK。好，然后哎 Lucky 你有看到，然后你们在吃饭的就先把耳朵捂起来，然后啊那个妈妈就想说怎么那么认真吸都喝不到，喝不到波霸，你不知道波霸是什么，波霸就是大珍珠，大珍珠叫波霸，小珍珠叫珍珠，然后啊他想说他怎么都喝不到嘛，结果他就去问他女儿，就说啊你不是点波霸珍珠吗，啊不波不不不不波霸奶茶吗，啊我怎么都喝不饱，里面怎么没有波霸的，然后结果他女儿就跟他妈妈讲什么，是说什么哦对啊我刚刚很认真什么什么喝，然后他说什么，他说他对他吸了很大一口，然后再把那个奶茶吐回去，然后只吃波霸，然后他就说他每一口都这样子，然后就把那个波霸吸完了，然后把奶茶吐回去，所以那杯里面的奶茶通通可能都是他吐回去的。我就 Oh my god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超好笑的。然后他妈妈就说 Oh my god 我快吐了什么的，然后我喝的都是点口水这样，对啊，恶心，都口水跟细菌真的，哎呦，愚者啊，你等等要喝红茶那天，不敢喝，笑死我，而且那个妈妈前面还说什么？他说他看那个上面的膜也都很完，就是饮料膜也都很完整啊，很完整是谁？很完整。然后想说啊波霸到底去哪里了？结果都在，不敢喝，可是我还是喜欢喝。気持ち悪いま，是这样子的念吗？完整，可能是亲戚关系。那个妈妈对波霸奶茶，对她之后都要先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波霸的。不会，她以后就再也不喝了，恶心你啊！我今天经过一个那个乐器行，然后我就进去，我跟我妈咪就进去问那个，就是我不是想要买乌克丽丽嘛，然后反正就进去问，结果那个我妈跟那个店员聊一聊，不是聊一聊，就是讲说，就问了一些问题之后，那个店员就突然看着我的手，他说你要弹的话要记得剪指甲哦，然后就心想。为什么要第一个注意到我的指甲，我也想剪啊，可是我就是舍不得剪，你懂吗？今天什么，今天前面什么去的什么东西啊，不同地方名称不一样不能够太起，什么的呢，我刚讲了什么我忘记了。谢谢余豪的筹码，要剪纸，可是他很奇怪，那就不要弹去大陆去。不是啊，这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进那家店，然后只是想要问他乌克丽丽而已，然后他就突然注意到我的指甲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开门？啊？哦，开播前面在做什么？在聊天呢、啊，在讲你的坏话。在讲你的坏话。Hello，
讨厌治哈喽香肠，去打非洲鼓。什么哇沙哇沙，弹会用的手是没错啊，但是我就是只是想去问一下他的乌克丽丽，就他就管我的指甲，我就啊好，没有什么是黑子，波霸奶茶，啊。哦哦哦，波霸奶茶正常是珍珠奶茶，不能期待，期待有波霸。握到掌心流血是什么东西？我会让你们挑战我的最大握力。黑色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？什么？你要当围棋？他还要当围棋？那我当白纸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是想当那家店？为什么？期待雨林玻璃，好，不要太期待。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笑，你们会很疑惑。什么奇怪你？你在干嘛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黑子篮球是谁？我只知道钻石王牌是那个一个动漫。一个动漫，一个棒球的，好呀，等你呀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那天的装扮。我目前的想法是还蛮酷炫的，哦，一个关于篮球的，哦，我的围巾。我大概想好了，可是我还没有找。变如果，这个吗？可能不会，因为如果不能握手会。握手要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要跟你们握手啊？握手要做什么？跟你们聊天。穿雨衣？你要我穿雨衣？这样我好像搞笑的。在列队里面啊啊有这样子的，像没有你，哎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不会变章鱼，我绝对不要变章鱼。哎，还差七分钟就又有红包了耶。好呀。问题是你后面的都跟你差很近。结果他们就突然这样啪啪啪啪啪，然后我就。握手会想做什么？想跟你们握手，没有啦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就是好奇的话就来握我吧，你们就会知道我要干嘛了。回答很妙，是吧？谢谢阿华的 kiss 啾啾。嗯哼，你问的也很妙，好像是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是，对呀，到时候就是，什么那你不问了，什么东西？谢谢燕子的 kiss 啾啾 ，hello 婆婆，什么脸到底有多大？额头有多高？你们不是知道了？8.5公分。主要让雨林看看直播上粉丝的人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来跟我握手，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是谁哦。因为就是你们也知道，看我的直播就知道我是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。就是有些人我可能知道。什么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到时候看到你，我就说，请问你是这样的？哎呦，别闹啊！你们要做个小名牌，反正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是谁啊？你会害羞，然后默默路过。你是西西啊？你好，我是新粉丝。
OK。让我猜，不要让我猜。不要，九蛋你，你又不会来，你在那边。好雨，好雨是谁？好好笑，你怕你词穷好，然后那我要故意猜不出来。你们要我猜的，我都要故意猜不出来，哈哈。萌新是什么意思？期待，我也期待。你说你是大剑，哎，我要说，哎，奇怪，大剑不是一个姐姐吗？他应该不在吧？你就少一个音。好雨，我会记得，你会跟我说好雨，好的。我记得你要穿女装，你真的要穿女装，你真的要穿女装来啊！你看我是笑钱，你又不会来，你在那边。Hello， 蓝英中，刚刚被他小名牌的，赚比较多要聊天。哦，原来如此、啊，船长，我会知道。我会知道，哈喽波波雨，什么现场怎么丢？拿火箭娃娃丢雨里，哈哈哈哈，好好笑，我一定会笑你。带一杯阿华田去找我，我知道你是阿华好吗？里面可以带饮料吗？就不用做名牌，好哦。Hello， 奥斯卡，你回来了。当然是不能，对吗？你带个空罐子，你说这是我刚刚喝完的。对，突破盲点。喝波霸奶茶，我会把你的抢过来。啊，帮我买一杯来好了。谢谢独行浪子分享我的直播间。Hello， 有头哥。谢谢波波雨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好。然后结果就被那个工作人员说：“你在喝。”万一三单，你要买一盒蛋，这样超过一颗什么意思？有蛋啊！啊啊！好笑，那就少拿一个，待会人家以为你要去丢鸡蛋，但我要自己带雨伞遮住。握手会，你知道我在那边举腿是不是朝天蹬在那边这样180？有事吗 ？Hello， 谢谢 John 追踪我，追踪我，是很想要看我举腿是不是？跳那个叫什么 ？Only Today， 跳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就把脚这样跨在那个上面，用脚握手。哈，180，他说你在做什么呢？然后我就被停止这样，然后因为这个小孩有点怪怪的，拜托不要举腿。怎么有那么高？不是那个180，是角度的180，好吗？耶，有红包了！耶、yeah! ，我的灯掉了。对，180是角度。哎呦，干嘛要掉下来？等一下，待会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在弄灯。算了，先不弄了。
耶、yeah, ！恭喜阿华！我刚刚讲什么？那么厉害！谢谢你的蓝色英文棒，大家好！抢完，也就四天了，加粉丝团，加粉丝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要来，哎，小小小，有啊。我其实没有看过完整版，算是好像有看过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了，我有看过完整版，在电视上，还是哪里看？好呀，我来自我介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霖，今年16岁。最喜欢唱歌还有跳舞，然后可以现在追踪我的 Line Life 的账号，还有 IG 跟 KKBOX， 这两个都搜寻张雨霖应该就会出现咯。对，然后这个现在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这次二单的，这叫什么主打曲吗？有这个词吗？应该有吧。主打歌。主打曲是什么？对，主打歌。然后里面其实收录了3首歌，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快点到处去找找看，应该都还有。来，没有啦。对，主打歌。这样子应该是主打歌的意思啊，还是我用错词了？好，然后这个后面有握手会序号，就是我们在9月29号有一场握手会，不是主打歌啊。然后在9月20号以前登录序号写张雨霖就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不是主打歌，还有一个官方的，我也想啊，啊，我忘记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 AKB48 Team TP 在27生招募啦，只要你是可爱的女生，然后想要当偶像。喜欢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你可以好好讲话吗？就可以来报名呢。Hello， 男生要哎这个，真的有这样子的吗？虽然票好像没有卖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票好像没有卖了，但是我还是宣传一下，我们在9月14、15、21、22有4场 mini concert， 是因为纪念1周年，对 ，AKB48 Team TP 1周年，有兴趣的，可能有人不知道，说不定。剪刀板什么意思？喂，好了，哦，然后我们9月8号在桃园球场，桃园棒球场会去表演，喜欢我们的人，或者是喜欢看棒球的人，都可以来找我们哦。OK， 大家好。我来了，把放回去。买本垒后方，那个算哪去了？我太久没有看棒球了。
倒数计时，对。还是没有消息，不知道。I don't know。希望会，一定很好玩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。我竟然想不到，哦，不是。当天一体育台，一体育台是什么？提前开播，哦，十一台呀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一次丢十二个球。他们应该是做开场表演，应该不是开始。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啊，到时候就知道啦。我上次看了一个很好笑的，好像是那个某一个连续剧的演员吧，然后他也是去开球，结果那个球就他不是应该要投过去，开球不是应该要让人家打到还是干嘛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他去开球，就他的球就这样应该要这样丢过去，结果他的球就这样噗就这样飞过去了。然后所有人就傻眼，这样。你没有看过吗？会被七七当球就是，哈？哦，对 ，Lucky 讲的那个，对，哦，就是那个人呐、啊，那个男的，对，他开球，然后结果球这样飞出去，丢二垒嘛，我是不知道他丢去哪里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笑，一次十二球。这样咻咻咻，千万名场里这一丢，我应该是丢不过去，应该连本垒板，你确定？虽然我是没有丢过啦，他那个对，很好笑，哦，也是那个播的，很好笑，就是。这一个人去开球，然后结果飞到哪里去？然后所有人就发生什么事情？谢谢小浪浪的蓝色圆吧。没玩过棒球的，哦，真的吗？我只有去玩过那个打击场的，是打棒球，没有丢棒球。因为他丢其实也没有丢什么，就是丢那个九宫格，但是我通常都乱丢，所以。我只是雨林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话没有录起来的。嗨呀！Hello， 小黑。Hello。七。哎，我的七也不见了。二。他的数数有问题。我抢不到 ，Oh my god！ 哦、他刚刚数五三四二一耶，很酷吧？的笑我什么？又不是我数的，没在于投球单位。哦、oh, ，对，听说那边的很难，是不是？我这边的是简单的，18公尺，我想想，18公尺有几个窝？12个窝，是这样子数吗？18.40。挖地瓜是什么意思？那天卷全部都在，棒棒的。花莲有什么好玩的景点？有太鲁阁、东大门夜市、七星潭。花莲酒厂的香肠很好吃。还有现在最红的那个啊。货柜屋哦，对，那个
在星巴克货柜在某个地方，在那是哪里？中华公园，那叫开心农场。不是，你讲开心农场也没有人知道。开心农场很红吗？反正它是在哪个路上？我不知道。它在南滨站过去。你要去那个海洋公园的话，就会经过它，可以去看看。旁边是我的妈咪，还有雨林家也很好玩，只是你们不知道在哪里。啊，我的家在花莲的某个角落。对，有机会从台北骑车到花莲玩。哇，那你可以跟艾琪做好朋友。我每次在路上看到骑摩托车或脚踏车走那个地方的话，我都会跟他们说加油。可以肉收啊，当然真的收得到，好害羞哦，天哪，太狂，真的厉害。怎么都抢不到哎，怎么办？啾啾！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你们有看那个吗？德鲁纳，他叫德鲁纳吗？那个 IU 演的 ，IU 很漂亮呢，超美的，他超扁的，很瘦。想不到跟校园长跟你撒娇大剑。没有，那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吗？就是 IU 现在新演的一个剧叫做德鲁纳，对吧？我们不会念错吗？小时候是五十蛋三。没事没事，不是在阿维上台说要发大宝对吗？想等播完哦。哎呦喂，小学现在不要丢啦。我讲不下，挖给校贤怎么自己，对啊，就是你没有谢老爸。你也抢到，我有抢到。我妈咪比较会抢浪花，她都抢不到阳光，没有都抢不到，就是抢的比我少。不小心不要现在丢哦。不小心按掉了，哈哈哈哈。我刚刚在讲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德鲁纳酒店，它就是其实是我妈咪在看，然后我偶尔去看，因为它里面都是什么一些污的那种东西，所以我不太敢看，不然我妈咪又要陪我洗澡了。小飞你在干臭吧，我很香，哼，我超香的。谢谢你不懂我的平凡的蓝色应援棒。我在干嘛？那个 IU 真的很漂亮，我上次看到一个 IU 减肥法，这次减肥法好可怕，我觉得我一定持续不下去。对，有一点其实不是全部都恐怖，但是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污的那种，所以我就不太敢看。它就是一个污的饭店，你们知道污是什么吗？抢不到，抢不到，好像不错，你喜欢看这个？很好看。对，呜呜的饭店，谢谢。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怎么念，什么魂的蓝色的英文吧。对，然后有一些，因为有一些呜呜有点坏坏的，所以他们就会长得比较可怕。
什么火车声呐、啊？哎呦喂，可怕！对啊，我也觉得。Hello， 火车是布布，对吗？对吗？我之前有看过那个那部戏、那部剧里面的男主角演的另外一部戏，《花脸的名产》是吗？我雨林。名产是张雨林，然后好了，认真有马吉，还有什么奶油酥条，好像也是，好像有很多人都喜欢奶油酥条，还有花莲名产丁哥，没有了，丁哥是一个饮料店，一打名产。就是讲什么福瑞斯乌拉巴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名产不是吃啊哈，对啊，花莲薯，对对对，花莲薯，可是我上次回去没有买到魔法 Coco， 现在没有经过，就是这样子。什么臭甲章鱼，你大件爷爷乖哦，当然是吃的没错，是啊，是没错的。终极一家，我没有看过那个东西。还想再去，好啊。我很喜欢去七星潭玩水，可是要做好防晒。你们有看到我拍的太平洋吗？很漂亮吧？其实那是在车上拍的，这样贴在那个窗户上的。没看到？去看我的 IG， 很美吧？超美的，而且天气很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提拉米苏一定要吃，我这次回去没有吃到，下次要记得去吃提拉米苏。可是承德路上面可以买得到提拉米苏哎。什么承德路？台北啊。同一家吗？对啊。怎么雨林没入境？因为我在车上啊。然后我坐在车顶上。然后后面的司机就傻眼，也一样，你走开，糟糕你，嘿，不要笑。在林口体育馆演唱会，谁吗？是啊、哦。嗯。那小树一定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小树有去吗？笑声有魔性，跟那个喵喵喵一样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那个啊，叫什么去？他们叫什么去？我叫什么？突然忘记。A。嗯，他们是 A Pink 吗？不是 A Pink 啦，他们是那个啊，对啦对啦，我都会搞混的。去看小女友哈，说不定呢。不是啦，那个 Hi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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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另外一个，你们没有看过吗？妈咪手机借我。什么 Hill Hill Hill？ 那个很好笑，对对对对对，外国老人，超好笑的，你们要看吗？我们现在来看。那个超好笑，那个笑笑笑超好笑的，我查给你们看。
不是圣诞老人，不是不是。哎呦，点到雨晴了，嘿嘿。盖被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超好笑，笑声吧。是这个吗？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下一个比较好笑。对，我也觉得好吵，为什么很吵？等一下，下一个比较好笑。哎哎，为什么还有我的声音？等一下啦，哎呦喂！你们把那个关掉。在哪里啦呀？他的笑声为什么长这样子啊？这个真的是不管看几次都觉得很好。天啊，怎么那么好笑？我觉得比我的笑声还好笑。他们好吵，好了，后面就不好笑了。很好笑哎。对啊，笑的时候，哈，你会用嘿嘿嘿笑，晚上做梦狂笑，真的吗？会这样吗？哎，我昨天梦到我把人家玻璃撞破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梦，我就看那个人家那种出清的书展。不是会拿那个吗？购那叫什么车？展览车吗？什么车啊？哎，好好好，我来录一个，我下次来录一个，好。什么车啊？忘记了，就是那个卖场也会放那种这样子的，然后反正就那个放那些车的地方是一个斜坡，然后那边是玻璃，结果。那个他们的人忘记扣那个底下的那个轮子，这已经是斜坡哦，展示车了，不是手推车啦，就是那个很大一栏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它叫花车，它叫花车。对啊，你说上面放商品的那个，对，那叫花车。好、哦，好，更诡异的笑声，哎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啊、哦，我讲到哪哦，然后他们自己忘记弄那个，弄那个，忘记扣底下的扣子，然后他不是在斜坡上吗？哎呦，忘记扣扣子，所以就很容易滑下去啊。结果就刚好是我，好像我跟妈妈吧，我跟妈妈去逛街，然后结果我们两个经过旁边之后，那个车子就这样嘘，
然后就滑下去，然后这样，这是斜坡，然后又放上面放东西，然后就很重，然后这样冲下去，然后就砰，那个玻璃就破掉，然后在旁边这样傻眼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梦，反正就是梦到鬼。什么小孩超好骗，大家爷爷不可以骗小孩。对，然后讲啪，可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吧，虽然这不是真的。Hello，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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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，谢谢星星的蓝色羽毛。Hello， 嘻嘻。真的什么都可以用哎，你们。我今天那个啊，有经过西门町，然后那时候过马路，今天风很大嘛，然后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发现，所有人的发型都一模一样，就是那个风从这边这样吹，然后那个所有人的刘海、头发全部都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分辨的，超好笑的，真的所有人的发型都一样啊。没有一个人不是那个发型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是那个发型，然后就全部都是这样，噓这样那种，很好笑，超好笑。你确定所有人发型都一样吗？确定，除非他是光头。都变成林杰，哎，林杰，嗨，林杰，啊，技术还有这些，所有人的对。跟林杰发型像是什么概念？林杰是这个发型吗？这样子、欸，这样子这样吹呢，因为风这样吹嘛，然后所有人的刘海都会这样子分边这样。虽然我不好讲，我在等你来啊，我在等你来跟我聊天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刚刚下播然后去找你的话，一定来不及，所以我就决定等你。有人会不呀？你很香呢、欸。很臭。什么很臭？哪有啊？没头发的人，快点按你的罐头。什么啦？喂？什么？你按过？哎，林姐，你现在有几个阳光了？我又快要抢，我又抢到快要2000多了。刚刚应该有增加，好棒哦！噔噔噔噔噔 ，Hello Tina， 噔噔噔噔，就一直点啊。我发现现在好像不用。怎么有人叫阿 K？Hello 阿 K， 你还没集到，你现在几个了？好好笑、哦。邱雨林，为什么？哈？你才500。为什么我叫邱？什么意思？目前530，加粉丝团。对，刚刚在看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林姐，你知道我刚刚有去看你吗？阳光女孩。很难吗？很难吗？还好哎，我每次都会按到了，都会抢。对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在跟你说嗨，我播到几点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来念本吗？好了。哦。这样在一边跟林姐好了。好。好什么？什么密室道德在那边装？什么东西东西？什么东西东西？哦哦哦哦！我懂你在说什么了。其实也还好，除非我那个时候在讲话还是在干嘛，我才会忘记。不然我如果每一次都有认真的话，一定都会抢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
只是抢到了多少而已。我认真算过了，我如果认真抢两天，我就抢到了，因为我每次都会30个以上。那是西西跟你讲过的话。没有，西西一天就好了，他说的。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。哦，对啊，乌果还好吗？那来试试看，我不会那么认真的。我决定以后啊，上课来抢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看到红包，哎，我抢到了，哎，林娟，林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林娟现在是无时无刻的，林娟要滑出去了，笑死我，耶！恭喜林杰，刚刚是一阵混乱的，吓死我了。谢谢孝贤红包。谢谢孝贤，哇！41，对啊，厉害的。孝贤再一次，西西你怎么这样子？啊，等一下！啊耶！谢谢孝贤。来看一下大家的手气，看一下哦。哎，阿林杰怎么没抢到？好笑，谢谢大家的来声音乐吧。哎，对啊，啊，你怎么没出现？你是没有出现的，好好笑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哎呀，谢谢宇哲的红包，谢谢宇哲的红包，耶，什么臭脚铃？大剑爷爷，我怎么跟你一样？没出现吗？哎。啊哈！大家也笑你啊！等一下，谢谢耶！谢谢天佑哥哥的红包，你会买起？才没有！你刚刚没有抢到，你现在爆发！谢谢九三的玫瑰，谢谢小兔的蓝色英文棒，重新进来什么等等，不对哎！耶、yeah, ，好，你重开。西西林杰没有红包，对吗？谢谢 Jack 的筹码。哇哦！等林杰出去快，你就被他看到你的留言了。好好笑哦！你不够可以丢一包，你不够什么意思？你不够你的。抽一啊，对，至少要500，什么意思？至少要500个浪花才能丢一个红包。西西没有500。我现在一直想到我今天早上做的蠢事，真是。哎，你确定？看大家不要，等一下，啊，我没有抢到，哎，我没有抢到，我点到旁边了，哎 ，QQ。谢谢孝贤的红包。谢谢孝贤。哇，燕子厉害呢。十年，很开心，好好笑，还自己讲出来。好好笑，对话雨林没有了，哎，我怎么自己叫自己雨林？好好笑，什么东东变成了好好笑，什么东东？还有红包，我真的是会笑死，我要预备着。林娟怎么那么可爱？哎呀，谢谢孝贤的红包。谢谢孝贤的红包。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林姐抢到多少了。林姐抢的比我少，啊哈哈，笑你。那还就是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呀、啊？天哪，不愧是我的林姐，人品问题，是这样子吗？好好
关系哦。今天到十几。林姐抢到好多哦，天天拿，天天拿，哇，好开心哦，我喜欢大的，哇，西兰的，那么大包的被你按掉了，天天拿，对吧？好喜欢这个，太开心了吧。嘻嘻，你怎么这样子？再来，很厉害耶，好棒哦 ！Sparky 错过了，啊，好棒哦！你按掉了，笑你，笑你，哈哈哈！这么大包都被你按掉了，你不要打字。好好笑哦，哎，真的哎，有的时候打字打到一半突然有红包出现，你就会真的把它按掉，超讨厌的。Hello 冰大，哎，你错过了我们的大红包，你也不要打字，太好笑了吧。林姐好可爱哦，还按掉，哎，不要生气气啦，嘻嘻，不要生气气，你错按了，没差了，抢不到，抢得到好不好？我这里的很好抢，只要是他们发的。冰大发发看，一定很好抢。对啊，你可以自己发自己抢抢，说不定会抢到很多。先讲一下嘛，真是的，好可怕。要预告跟林姐讲说，林姐我现在要丢红包了，然后他会就会预备，他就不打字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哈哈。玉米好厉害，抢到大包。你要丢红包，好。看一下，哦，林姐13，啊，所以自己发红包自己也抢得到，谢谢顽皮的蓝色元宝 ，Hello， 为什么可以抢到那么多？你就在那边一直点啊，你现在就无时无刻一直点。谢谢小贤 ，Hello 坤坤 ，Hello 大家 ，Hello， 怎么突然觉得很多人？Hello Melon， 哈，你们在讲什么？为什么突然那么多人？发生什么事吗？啊，同时关了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怎么已经这个时候了？谢谢小兔追踪我。你们都喜欢 Twice 吗？子瑜好漂亮哦。那我要来念宝宝了啦。什么意思？矮子王是谁？是我吗？哦，谢谢林杰的 best wishes， 耶！是我还开着，好、哦。林杰，林杰不要再氪金了，乖。哦，小蜜蜂的钱去哪？谢谢玉米的，我来签到。好了，等一下我去拿一下，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发红包哦。哦 ，Vivian，Hello， 谢谢
西西的真情告白。什么不好意思说？Hello， 甜甜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我去拿宝宝。棒棒棒棒棒棒。等等我哦。有人发红包。哎，不可以啦！不可以，不可以啦！哎呀！哎呦！臭爱死！还有谁？说。我刚刚忘记看第一包是谁了。啊！哎呦！你们都这样子呢？哈！再次，好，再次，快点，再一次的，哎呦！笑什么？不要笑！哎，笑钱也没抢到。还跟我一次发两包，然后都没抢到。谢谢西兰。为什么我抢不到呢？为什么我抢不到？哼，算了，不抢了。对啊，为什么抢不到了？哦耶！好好笑啊！我错过了三个红包了，讨厌，太多人了，真的太多人了。Hello， 大家，谢谢阿胖额头七公分的枫叶。Hello， 黑哥，没有了，我没有生气，算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放弃。为什么？生气气的雨林，我怎么生气气？七七是姐姐。你们听懂吗？什么什么包子？我怎么要变包子？你不是说我是贡丸吗？妈妈快叫雨林离开，说不定又可以抢。不行了，不要再叫我离开。我要说我要走喽，然后在旁边在等呢。很冷，不是好不好？你真的什么都可以接的。我今天妈咪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去逛西门町？我说，啊，会不会遇到可爱你啊？啊，我的天哪！不要笑。什么西西的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只会在某个站吗？他不是也会在这里吗？他上次我跟那个 Mina 遇到他的时候，他说他通常都在这里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不说话了。没有吧？通常对，不可以哦，太好笑了。噔噔噔噔，艾琳姐去哪里？不会啦，你不是他的菜，他不会啊。谁？什么啥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没有跟你讲过吗？好啊。不会吧，这样我会很害羞。哎，他应该没有吧，应该没有，我刚没有看到。有啊，他有进来过了，可是你是应该现在没有的。他的菜是谁？不知道。反正不是我。在线人数我只知道有谁呀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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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面面，听说，好像是。谢谢 Vivian 的荧光棒，一开始而已，他不会待那么久了，应该吧。妈妈妈妈咪。妈。我要念棒棒，我要念棒棒了哦。关。你怎么
我们好像真的，好好笑。他不是说他要寄信给你吗？笑死我了！你打那个，我以为 ，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。你知道？嘘，待会真的就糟糕了。你们不要当召唤好不好？不要。你不要再讲话了，嘻嘻。你们真的是好好笑哦，怎么这样？零点六名，哦，好，我不要了，哎呦，你们好可怕！我要念榜榜了，哦，也在，怎么了？好好笑，光很亮，逛完再发光。为什么一直觉得我是公？真正你哎呦喂，我要念了，待会就不改了，我要念了，念啊，不，我在那边，哎呦，搞笑，我按到 take， 我不要，待会就突然出现了，吓死我！好，我要念了哦。你还跟着他，我快笑死！哈喽，小明，好，我要念了。第十六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十五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不可以发红包，我要抢。我有看到，嘿嘿。那你发啊，爷爷。谁在拍手？我妈咪。快发、啊，快点！我要写红，写红包，我要写榜榜。你要吗？后面那只，这只吗？不行，我要这样子。偷偷的看着你们，谢红包，不可以偷发哦。你看，哦哟，大健，你刚刚说自己要发红包，然后结果又不发，奇奇怪怪的。还没啊，我还没遇到林姐。我上次遇到林姐，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碰到面。什么意思？就是，哎呀，反正就是遇到，但是没有讲到话。某种原因，对。快点发榜榜。快点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快点呐！啥时？你那时候在这个吗？我待会再跟你说。礼拜三呢？对呀、啊，对嘛？哎呦，不愧是我姐，也是金鱼呢。我要。你们不可以偷发红包、哦。好了，第十五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被你们打败了，我放弃。第十四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，恭喜把他点掉的人，跟我一样，没有啦，跟我一样没抢到，哈哈，我好坏，坐在家里，发掉。哎呦，字写的有点丑。哎，哎，
说赵云，那我要在这里，我要在这里。什么东西、啊？要抢、啊？告诉我、啊！我又没抢到了。哎呀！没抢到的举手。耶、yeah. ！因为我没有手机。我的榜到底要写多久？你们不要现在发红包啦！第十三名是蝎，蝎，谢谢蝎，妈咪啊，谁？蝎，他的名字叫做蝎 ，Hello。谢谢你。我以为你没有念完，我一直在听你念，我想说你没有念完。哎呀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我没有很谢谢啊。一名吧，不要再发了。这样子我就抢不到，我要怎么送给你们的零节呢？哼。第十二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等你大宝的，大宝的可以揪一下吗？揪我，等一下再发，谢谢。不是大件你要发，等一下再发。你一定得发，你答应我要发。以后这样你都要来抢红包了是吗？好啊，这样也不错。准备好了。写榜再来，不可以，就跟你们讲，不可以在写榜的时候发。你知道这里到这里这样子按到要一点点时间吗？你已经发了，不够，你不是刷大包的。不要再发了，不是，现在先不要发了，等等再发。第十一名是易凯，谢谢易凯。害我都要偷瞄一下。你有啊？你昨天在那个阿贝上台的时候自己说的。Hello， 塔瓦哥。第十名是麦米甜。谢谢麦米甜。都是你们害的，害我不专心。不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呦，林杰现在已经都不敢打字。对啊，就是你们害我不专心的，还叫我专心，不可以啊！我专心我就没有老话了。快写，林姐你在那边，你来帮我写、啊。哎，林姐你要不要来我家玩呢？第九名是燕子，谢谢燕子。还有愚者，我准备好了。你们都这样子来哟、哦、喂，嗯，妈咪谢雨林拍手，干嘛都欺负我，切，林杰当面很开心，你过来写，
下次那个在林杰台发红包，在他念榜的时候，他念榜的时候完全看不到。对，我心累。第八名是玉米，谢谢玉米。噔噔，哎呀，有有有有有。第七名是天佑哥哥，谢谢天佑哥。大剑你要自己发，你就会抢到了。对，我眼神死了。 Oh my god， 你不抢真奇台了啊？哎呀。第六名是小兰，谢谢小兰。对，我的这里很好上的。哦，你们都欺负我，哼！没了，我不能丢了。大家偷看来，这是你害我要偷看。要发都不抢，然后在这里抢了东西，是这样子的、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奇怪你，你抢就是抢。好、哦，第五名是林杰，谢谢林杰，林杰是谁？怎么变成林杰了？林杰变林杰了，怎么办？林杰上次也是在这个位置、欸，这是林杰专属位是不是？哎呦，跟你们哎，怎么是林杰发的哈？连林杰也欺负我，傻傻眼呢、欸，傻傻眼是谁？哎呀！我今天早上也一直在哎呦，因为我记错时间，现在我也一直在哎呦，因为你们都欺负我，哎呀，哼，哼，姐姐你不要发红包，红包没有上榜，哎呀，奇怪你呢。第四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 哼，你们欺负我，哎呦，抢不到啦。哎呦，你们可以等我认真的时候再发吗？就是我现在在写这个啊，所以很认真，你认真的写啊。哎呀，还有小贤没关系。嘿，嘉阳，嘿哟，大家你在干嘛？学嘻嘻。第三名是点点，谢谢点点。你第二名的时候不要写啊，不是已经有预告说要发红包。第二名是余泽，谢谢余泽。快丢，快丢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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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抢到我！啊！抢到了，哈哈哈！谢谢，谢谢红包哦，抢到了。好，可以写榜榜了，谢谢宇宙，耶、yeah, ！
我终于抢到了 ，Oh my god！ 好开心耶！我就在你手上，我都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！等下头发哦。好。耶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玉米在写什么？玉米都会的，他上次也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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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不要滑！啊！这样可以。谢谢弹唱小宝，小宝，谢谢谢谢你追上我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我妈妈也叫我张小宝。什么319了？今天发的红包啊、哦！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什么小宝打球？不要叫我宝咩！你好，还是不要这样叫我好了，我会笑死。不要。我要叫你剑雄诊所，没有，好好笑啊啊啊啊！什么什么咩宝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接，你真的是厉害哦。咩宝是谁啊？咩宝好像还不错，咩宝可以，宝咩不可以，小宝不可以。我都直接叫张小宝。他都会在什么肉咩啦，肉咩是什么鬼？他都会在外面那个买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就没有找到我或要我看什么，他就张小宝过来，然后我说 Oh my god， 你不要在外面这样叫我。肉咩是谁啦？臭阿姐，都很有梗呢，切。说准备好，准备，我准备好了。哇！谢谢愚者的红包，虽然好像还好没有很多，但是我很开心哦，谢谢。谢谢愚者。耶、yeah, ！谢谢、啊。还是愚者比较好。超大包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可是刚刚不是叫不是西西叫我准备吗？嗯，还是我刚看错了？不要叫我肉咩，肉咩是什么东东？怎么又跟？你以为我想跟你一样吗？我也想比你多啊，奇奇怪怪的。谢谢谢，走开。对啊，是西西讲手准备啊。对啊，奇奇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口头禅变得很奇奇怪怪的。问号什么啦？要一包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大家。我今天的截图只是要讲这样，抢红包的姿势。谁跟他在一起？原来西西。哇，恭喜阿给中奖！谢谢阿给。这样子。快点！不是用点的吗？恭喜坤坤中奖！耶、yeah ！你刚狂压我的眼睛，怎么会是我的眼睛？不是应该在这吗？这里一个圆圆的，不要趁我摆姿势！你这个臭灵姐，我也要帮你取名字哦。
谢谢阿给的布，谢谢季风亮的蓝色音乐棒。我挖一边，好哦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圆就在我的嘴巴，记得问罐头。好，前三名是余泽、点点跟秀贤。其实我觉得我其他手指不算短，但是我的小妞妞为什么那么短？找不到比我短的人呢。你看，特别短。我之前以为这样子是正常的。你才臭臭。还有点点。什么小婴儿？我上次啊，看到比我的手还更像甜不辣的人了。我发现他了，而且是他本人自己讲的。他说你们都说他甜不辣手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对，对的。啊！哎呀，西西啊，西西耶！哦，哇哇哇！哎，林姐没想到西西的，西西带一个，西西带一个。人家在外面很辛苦的工作，你家西西在一个，哎，是林姐没想到呢，不是变狼，我刚叫西西耶，然后那个就是 Cookie 的梗啊，叫 Cookie 耶，他就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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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这都拍手。天不辣手，为什么中间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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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西西被要求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我觉得超像的。那包刚刚按歪了，按歪了是这样的，歪掉了。好好笑、哦。按歪的，歪掉了。我没有坏掉，我没有吸猫草。怎么歪的？就这样啊，歪掉。林姐快点吸，什么东西？太好笑了，好好笑、哦。都没拿到，吸 BB 没有拿，我吸猫草，吸猫草会这样，怎么坏掉？坏掉，好说好说什么东西？这是过红色的看板，什么这样？红色的看板的？不是，是你把那个拿起来扔出来。抢！啊，等一下！红包无法领取是什么鬼？红包无法领取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嗯，为什么你们都抢到？谢谢西兰，虽然没有抢到，可是你不要再发了，到时候你明天又变冠名了。你有抢到？哦、oh, 哦，没有抢到啊！哎、欸，哦啊，哦啊，没关系，阿姐没抢到。他直接给我，没有想要给我抢呢，傻眼。冠名可以宣传语音，被官方霸凌。哎呀，你们都这样子呢。我不关了，你们就发红包。好了，不要了。哎呦，你有没有看到小明写的好可爱？什么了呢？本名是叫冠名。真的假的？你叫做冠名呢？哎，是陈冠名先生吗？那浪 life 每天都在帮你宣传呢、欸。不管是谁，后面都会有你的名字。什么重开？
你以为我现在可以重开吗？要出去，我是要怎么出去？你可以告诉我。快如何冠名？哇，原来如此啊！叫冠如，冠如就来咯。Hello， 我怎么出去来哟喂？你们是想要聊天室是不是？聊天室可不可以抢红包？聊天室比较好抢红包。可是我现在还有电。抽十星期去上学，还有一天。慢慢来，没关系的。不需要收拾。看妈妈直播，妈妈直播会跟西西一样哦。Hello， 冠如 ，Hello， 好好笑哦。对啊，明天要早起。安妮也要早点睡啊，奇奇怪怪的，好像只有我要早起一样。小贤，你不能直接那个、直接 APP 出资哦，这样会比较不划算。对啊。为什么要朝你开枪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是猎人。棒棒，你不是比较喜欢当狼吗？啊，我是狼王啦！哎呦喂，你什么长高？你以为我现在找出来还能长高吗？我不是果果。你以为我现在找出来还能长高吗？而且我现在。就算现在下播也不早了，长高你真的什么都可以接呢你们 ，MP40，MP40 我用过，冲锋枪很厉害，可以这样，臭鱼的，虽然你发红包，但是你怎么这样子呢？嗯 ，Hello 点点，到冲，切 ，AK47我知道。步枪，哎，机关枪，哪里有机关枪？没想到抽你，给我就好了。什么的呢？抢红包了。快点来，什么？你在等红包？没有啊，我在跟你们聊天，不是吗？抢红包？你们有懂这个梗吗？以后这个东西就是红包了，抢红包？我没钱呐，哎呦喂，红包我可以发红包。我现在有332个。什么不懂的屁孩？嘿，好啦，拜拜啦，再见。对，要丢给林姐的。对，332不行。好啦，晚安啦。红色影子这样，你们都抢不到，哈哈哈！一堆阳光，早睡什么东西？哎呦喂！你们截图了吗？再截一次，什么呢？截什么好呢？截红包。西西，明天早上几点上班？拜拜。哈哈哈。晚安安。好啦，奶奶奶奶奶，我要练习一下林姐的奶奶。阿给奶奶，不，孝贤奶奶，家养奶奶，阿翔奶奶，米酒奶奶，西西奶奶，玉祥奶奶，我好慢哦，祝可奶奶。玉米奶奶、玲玲儿奶奶、樱桃猫奶奶、阿凯奶奶、小明奶奶、志伟奶奶、阿如奶奶、呆呆奶奶、Sparky 奶奶、林姐奶奶、奶奶奶奶奶奶。哎，你为什么没有念到那个？在哪里啦？有啊。没有。
有，我刚刚念了。Lucky 奶奶、宇豪奶奶、天鹅哥哥奶奶、阿奇拉奶奶、燕子奶奶、企鹅奶奶、阿帕儿童七公分奶奶，太长了啦。大剑奶奶、愚者奶奶、黄鱼奶奶、子阳奶奶、小爱奶奶，好难哦。杨太奶奶、细心奶奶，我刚刚讲过了吗？还没吧，不知道。黑流星奶奶、奈奶奶、桃瓦哥奶奶、玉奶奶、玉祥奶奶，易凯奶奶，我念过了吗？应该还没吧？你怎么都不会忘记啊？我都忘记了。阿凯奶奶，我好像念过了。到底我怎么都会一直在干嘛？好啦，奶奶啦，好难哦。对啊，这要练，这要练呢。我上次在林杰旁边，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，他就一直那，我都不知道他念了什么。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我自己截图。拜拜。对，等一下，你们要告诉我罐头哦，尤其是愚者，你要记得哦，不然就一直愚者。哇，玉祥刚刚去扛轿哎。为什么我听到 banana？ 哈？等一下是要抢红包，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拜拜啦。拜拜，我考虑一下哦，大姐。孝贤，你要孝贤吗？好啊。大剑的神就是零。对的。考这个头，考虑头。好了，拜拜啦！哎呦喂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刷刷刷，洗刷刷洗刷刷。好了，我坏掉了，再见了。拜拜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忘记的朋友要丢一万点。拜拜，没有人敢忘记，之后就没有人敢忘记了。好了，拜拜啦。Spooky 奶奶，林姐明天见，拜拜。